友大家好，今天又輪到我林林咧同大家有嘢講啦。嗱，今次咧我就有隻 Apps 咧推薦俾大家，交流團咧大家咧就聽得多啦。但係如果逐個團去揾嘅話咧，有陣時咧都幾頭痕噶。如果仲要加埋有陣時想揾下有啲咩地區活動啊，就真係可以話咧無從入手。係咪要逐個網站去揾咧？嗱，唔使擔心㗎。嗱，早排咧文青局咧就推出咗叫做 Hong Kong Youth Plus 嘅 Apps， 所有嘅資料咧就一目了然啦。Hong Kong Youth Plus 應用程式是一個一站式的平台，很多年輕人關心的一些資訊都擺放在裡面，我就立刻 download 了，裡面就有一些關於個人的一些發展、青年交流學習的一些項目、熱門的話題、國家的動向、文學藝術、康樂的設施、甚至乎一些教育的培訓、創科的科技一些資料、各樣各樣連埋18區的資訊都會在裡面，所以你註冊了之後就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住在哪裡、學校在哪裡或者工作地區在哪裡做一些個人化的設定，這樣就可以有東西的時候 push 給大家了。而在最方便的時候就是在青年發展活動的推薦，在這裡的首頁打開了之後的活動的欄目就可以看到各方面的資訊了，有18區的地區舉辦的一些龍舟訓練營、跑步的訓練班、學生領袖訓練的規劃、三人欖球的邀請賽等等，很多很多很多資料的。還有我負責的內地交流和實習的計劃，想看看去哪個團直接去那條link度按一按就可以申請報名的了，真的很方便的。如果你或者你身邊的朋友未 download 的話，記得要 download HK Youth 加的話，記得即刻 download 了，記得推埋你的朋友。好，多謝大家，拜拜。